目前，中国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。俄罗斯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。根据中方的统计，今年前11个月，中俄双边贸易额再次突破1000亿美元，达到1003.2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3.1%。如果保持这一增速，全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1100亿美元，再创历史新高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